丰银行，前身乃大丰银号，由著名爱国人士何贤先生等人于1942年创立。1971年，大丰银号率先按当时政府颁布嘅澳门银行法规定注册为银行，并于1972年获批成为澳门第一间当地注册银行。为进一步巩固大丰银行在澳门金融业的领先地位和增强竞争能力，1984年耀德中国银行注资参股，资本额增至澳门元1.6亿元。其后大丰银行多次增资，目前注册资本为澳门元10亿元，是本澳当地注册资本额最大的银行。至2011年底，资产总额已经超过480亿澳门元。70年，弹指一挥间，大丰人先后在何贤、何厚华、何厚棠等领导下励精图治，卓越经营，不断给予股东丰厚的回报，并且在本澳经济、金融、医疗、教育、交通、公共事业等各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作出重大贡献。为了促进澳门银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，创办人何贤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倡议并且筹组成立银行工会，大丰银行成为首届和随后连续5届的银行工会主席。50年代，本澳居民饱受饮用水源奇缺、水质恶劣之苦，大丰银行大力投资兴修水利设施，逐步缓解澳门人用水之难。60年代末，大丰银行融资改组澳门公共汽车公司，方便市民出行。70年代初，更出资主导营建澳门第一座跨海大桥，气贯长虹，一时间天堑变通途。90年代初，日趋国际化的澳门开始填海兴建国际机场，大丰人亦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为澳门经济腾飞加注源源不绝的动力。10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大丰人深谙澳门的兴衰与人才培育息息相关。何贤先生不但连续出资为本澳大、中、小学兴建教舍楼宇，例如80年代出资兴建澳门大学行政大楼大丰楼，更悉心合并孔教、银业两所学院，并且苦心经营为后来本澳名校教业中学，百忙中兼任校董，展现了大丰人育才爱才恳切之心。大丰人乐善好施，长期支持镜湖医院、同善堂等慈善机构，不仅在战争动荡岁月辅助本澳百姓，在大灾大难之际亦慷慨解囊。青州大火、霍乱流行、饥荒寒冻等危难时刻，都有大丰人助人为乐的身影。近年来在内地发生地震、水灾等自然灾害的紧要关头，大丰银行和他的员工都主动伸出援手，捐款相助，体现了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。70年峥嵘岁月，大丰银行见证了澳门不断富强的光辉历史，成为本地居民心中值得信赖的澳门人的银行。时至今日，大丰银行的营业网点已遍布澳门和离岛，除了总行营业部之外，还设有22家分行，24小时自助银行和自助提款设施等服务网点亦都随处可见，为澳门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及时便利地满足了工商各界的兴盛发展，广大市民安居乐业的金融服务需求。秉承金融从业者专业操守，妥善处理每一笔客户交托的业务，以优质稳健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信赖，是每一个大丰员工的座右铭。理性把握机遇，控制风险，是大丰屹立70载代代相传的经营之道。
瞬息万变的新时代下，大丰人勇于开拓，积极进取，以扎实的步伐与广大市民一起共同进步。通过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，不断教育员工，提升业务技能和服务质素，以及更新软硬体服务设备，以科技创新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。没有最好，只有更优的理念，指导每一个大丰人卓越进取，不断超越自我，亦都令到大丰银行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把握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机遇，立足澳门，拓展大中华市场，与客户共创美好明天，迈向业务发展新纪元。大丰银行服务澳门70载，携手同心创未来。